在 Crystal Clear Years， 我们有一支充满爱心的注册护士团队，在专业的清理耳垢方面拥有超过15年的经验。我们的操作称为显微抽吸术，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清理耳垢，还可以帮助耳部皮肤干燥、感染和甚至耳部有异物的患者。您可能听说过，甚至亲身体验过在家庭医生那里用水冲洗耳部的方法来清理耳垢，但是我们建议您应该避免使用这种方法，因为它出现的问题和风险比较高，例如损坏耳膜和耳道，和导致耳部深处的耳垢进一步的嵌塞。在我们的诊所，我们使用带放大镜和灯的专业眼镜，以便于我们可以看到耳道里所有的区域，包括鼓膜。检查耳道后，我们使用低压吸力轻轻清除耳朵里任何的耳垢和碎屑。我们还可以使用细小的镊子和耳挖勺等精细工具来帮助去除耳垢。在 Crystal Clear Years， 我们不仅可以帮助成年人，还可以帮助治疗儿童乃至婴幼儿。因为我们的方法非常温和，所以可以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或者想为自己或您所爱的人预约，请今天给我们打电话吧。